没有啦，没有下次啦。有了绿翔，我们这场结束之后就开报名哦。应该说这一场我就先开报名，然后你们可以先慢慢报名。然后打就是开抽的时间点，就是我的那个宝箱打开之后，然后拿到那30块之后，自己立那个 flag。不抽好了，不抽，不抽，不抽。哦，天丘龙神自己来，那刚刚应该抽了。这一张的天丘龙神，啊，不，这张的龙瞳御士可以让我必抽天丘龙神。黄剑，嗨嗨，叔叔的声音很像另外一个实况主，但我忘记他的名字了，有吗？有像谁吗？没有吧？不会吧？没有吧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像那个140万订阅的。哇哦，真的哎！不要吧！你不被小胡子什么都最爱，原来这个抽到你的点了吗？怎么那么神奇？完了，这个发，等等 CPVP 嘛，好，拿图王剑。我觉得 CPVP 八成就是要用龙之眼，龙妈去做一个三个点位的结场。就在叔叔喊宝箱的时候，刚好抽到卡贝，阿神或阿钱哦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他们声音跟我差很多哎，还是我自己听都听不出来。我觉得无限制的暗影很有趣，真的，不是各种妖魔鬼怪吗？天穹龙神，对啊，天穹龙神，感谢指教。打字的时候不会打错，但是念的时候有时候会念错。可以再跳，可以再跳一波哎，先做龙之眼吧。刚刚仔细的评估一下水龙神，等我血量再更少一点，我再丢，会好一些。因为8PP的时候，我可以水龙神搭配巨脸去解掉他的坏猫。反正出宝箱的活动的时候不想打暗影，这是什么叛逆的心态，反叛的心态。可是我打异声音哦，天穹，对啊，主要是他日文的写法不是写穷吗？很穷那个穷。哦，这个是对方，这个是对方，这个是。这个是恐龙流，我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这究竟会跑出什么东西呢？来了，灵魂终结者。哎，为什么只有一只？一只，哎，等等哦，其他虫子被破坏时，他难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扫掉全部吗？六费的恶魔风暴，七攻、八攻、九攻，进化，十一，什么东西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